当然我觉得陈可辛是第一的理由吧，会接这部戏。另外一个是看剧本，然后自己去看我能不能做到他要做的、嗯、他要我参与的这个角色、嗯、我觉得应该可以的话就会参与，不可以的话可能就不好意思。其实我第一次看到剧本，我的感觉是，我的心中的疑问是我想知道导演到底是想拍什么东西。其实他每一部电影我都有这么想，就是我会想知道剧本看完了，故事看完了 OK， 但是他到底想拍出什么样的东西，应该怎么讲，他的方向啊，是以舞蹈为主，还是以 drama， 还是说他有一些 message 他想去讲，对啊。我觉得他对他拿手的舞蹈这些想法，我觉得他是很认真的在想。即便我们在拍文戏的时候，因为同时还要在监制舞蹈的地方，所以你看得出他其实对那些舞蹈他背了很多的责任，他一直努力要把它做好，你会感觉到这部分。因为第一天拍就跟唐伟对戏，其实那一天我就觉得他是一位很懂得电影的演员，他的演出方法，我那时候我都还不知道该怎么做，我都一直在，我当然我也在摸索去到底要怎么样讲话，我自己都蛮头汗，不过我看他的表现，第一天然后很自然，然后很稳，同时我觉得他很懂得电影的表现方法，应该这么讲。我会把他视为一个老师，电影的老师，从第一部跟他合作到这一部一样，拍完我也觉得，当然怎么去讲他的变化，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在成长，那当然我这样讲可能有点不礼貌，就是当然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把握，越来越有自信。我觉得最后是我会听从的。我觉得意见我还是会讲，导演觉得不对不是的话，我还是会觉得那就是不是，里面先知道，真的要做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尽量去做不同版本，常常就做完一个镜头一个表情，做完之后就会听到一个声音，他 OK 什么版，什么 B 版，什么 C 版啊，什么版比较坏人的版本，那种其实就会变成说那就是多做做看，比如说去看啊，应该很好看啊，我还没看到okay. 没有，我觉得我们在做的时候跟后来呈现出来的可能又会不一样，喜剧然后又动作，我好不知道，蛮多看头的吧，我相信就是看过陈导的电影的人应该都对他的作品是可以安心的期待吧。